好，当我开一个新档案，我们要来开始画第一个图形。好，新建零件档，好，1203-1。好，这时候选择确定。好，这时候进来。进来之后呢，我要开始画这个模型。画这个模型之前，我要先把 2D 先做好，有了 2D 才能做 3D。那所以我们开始先做草绘。但是呢，他现在会问你，你的草绘平面在哪里？我们以前呢，在上一堂课教同学做草绘的时候，我就直接画图啦。我并没有一个草绘平面可以画，我并没有一个草绘平面可以选啊。好，同学，你要把它想象一下哈。进入到草绘的时候，假设你现在只有一个白板可以画图，你不管怎么画，你都是画在这个白板上。这是在 2D 的情况哦。现在在 3D 的情况变成白板、墙壁、天花板、地板，想象一下，你在一个三度空间中，任何一个面都是你可以画图的地方。这时候电脑就搞不清楚你要在哪里画图了。草绘平面，你今天是要画在墙壁上，还是要画在天花板上，还是要画在地板上，电脑搞不清楚。所以电脑会问你，你的草绘平面你要画在哪个面？好，第一时间你只有三个面可以选，有 front， 有 right， 有 top， 好，有前面，有前视，有右侧视，有上视，你有这三个面可以选。好，以这个模型来讲，这个 L 型将来我们画出来的图形希望得到的是这样的一个视角的话，以这个模型来说，以这个方向叫做前，以这个方向叫做左，以这个方向叫做上。所以我这个 L 型将来希望画出来，建好模型之后会得到这样的一个视角。我这个 L 型应该要画在 front 平面， OK， 我要画在 front 平面上，将来长出来的模型才会是我想要的这个方向。所以第一时间你要先去判定你想要画图的草绘平面在哪里。好，譬如说我今天草绘，我要选的是 front。 好，这个时候选择草绘进来，它就会把这个前视转给你，转给我们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开始画我们的 L 型。好，我直接就进入到 2D 的环境哦，直接下个线的指令。好，从原点出发，画图的时候呢，都要从原点开始做。好，之后我再解释为什么。好，从这个原点开始，往上、往右、往下、往右、往下，然后接起来。画完之后，滚轮按两次跳出来，或者是取消键，好 ，ESC 按两下跳出来。这时候就可以开始来对它做一些尺寸设定了哈。譬如说，我要先设定一个相等，这一条线跟这一条线将来要一样长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呢，再来呢，就可以去对它去做标注。譬如说，我要标的是这一段的长度是，还有这一段的长度。好，它这个地方我当初在画图的时候已经有不小心设定成线条要相等的，这个先删掉一下。好，重新来一次哦。好，我要标的是这一段，我要标的是这一段，还要标的是这一段的间距。好，这三个尺寸是我要的，我会把它框起来以后，右键的修改，跟之前画 2D 都一模一样哦。好，这一段是40，这一段是10，这一段是40。好，画完之后确定，这样子我们的 2D 就完成，确定。好，这样子 2D 画完之后，旁边这边会有一个叫做模型。好，我们就会进入到模型这边，有一个叫做隐身。好，叫做隐身，我去点选隐身，就是长高的意思，点选长高，你就可以去控制它的厚度要多少。我今天希望它隐身的厚度是50，有没有？这时候你可以改变方向，改变你要伸长的方向。好，可以改变它的厚度是多少，这时候选择确定，这样子我们就算图形就画完。
画完之后呢，你想要做一个等角图的表现，我们会从这个地方去按一个标准定向，我们就会回到跟我们讲义一样的一个预设的画面。好，这边请同学可以先试试看，帮我把一个 L 型的支架试着来画画看。